第六名的话是 CW， 对的，第七名是 ACT。那么接下来第六的 GW 和第七的 ACT 也是要正面对决了。就现在给我们自信程度打分的话，90分吧，我们的上限会很高。因为毕竟最后几周了，大家都想要一个好的结果，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就行。直接闪预判了，那交互有点危险。嗨，这怎么救啊？李波吸回来了，吸回来了呀！这个王应该是给到一刀。哎，你干嘛啊？有一个小加速，但前面的板子没了，走不远。再接一层组织，一层组织就够了，达到了。我们这次会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去迎战他们。最后一周面对 ACT， 我觉得这是一场生死之战，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